自由、健康、包容。公路车我骑了将近20多年吧，都来讲是一种生活方式，让你这个心里很平静。我叫 Gavin， 我是做易运矿泉水的，我是负责中国的业务。因为易运矿泉水是倡导健康的生活，所以说我们会支持各种重要的赛事的这种活动，尤其是公路车。这个绑在车是做管啥的？天字是吧？对。比赛之前要热身嘛，所以我今天早上特意去了很多的标的性的地方。去了滴水湖的广场，还骑了上海天文馆，现在到了这个临港的金融中心，很惊讶嘛，因为这里都是很多新的楼，很漂亮。每个周末都会在上海骑车，当然最经常会在静安区那边我住附近的地方骑车市区，当然如果有时间的话，周末我会到郊区，嘉定啊、浦东的这个滨江。这次来临港，我觉得这个环境也非常好。首先我很惊讶，因为临港的这个发展特别的快，各种就是建筑方面也好，或者这种绿化也做得非常的到位，很天然，会感觉很自由。这路比较宽，非常适合骑车。公路车的最有名的一个活动是环法，我从小去过很多次，它的这个做法也是经过一些新的一些地方啊，或者说一些历史比较悠久的一些地方也会经过，所以我觉得这次这个 Tour of Shanghai 这几天的这些安排，各个地方青浦也好，临港也好，也是让我们看到一些新的这个发展的区，我觉得也是跟这种世界上的公路车的这种大比赛也是匹配的一个方式。其实我来中国已经17年了嘛，然后我发现了最近的2、3、4年，这种运动的，尤其是公路车的这个运动发展得很快，上海更快，很多的很专业的运动员，不管是他们的车整个装备啊也好，整个态度，个人活动啊等等，其实整个业态都很发达。所以我未来的一个愿望是说，有更多的这种活动，更多的人进来加入公路车这个运动，希望大家多多关注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遇见最美丽的上海。